套话别乱讲，小心请神容易送神难。张立东呢，就住在我的房间的对面，大家互相照顾，他就会直接到我房间上厕所，好歹敲个门，这是小气耶。我一天做不完一个鼓励别人的心，我都会一直跟他说不要紧张，我帮你做。他在我家三天两夜。周一到周五每晚八点，请锁定26频道未来综合台，女王大人 ，See you。